OK， 现在还要炒椰丝啊。你现在用秤吧，我们称一个180。需要4秒，它就变成粉。一个400g 的椰丝，它这个会 automatic 跟你称好了。放一个40，每一次要用新的就归零。就是给它炒了啦，炒一个20分钟。OK， 时间去20，速度100度，然后速度2。那等下它会在里面跟你炒。OK， 炒好了。它已经是炒好了，炒干，所以现在我们要放水跟玉米粉下去给它2分钟，120度，速度2。这个就是像我们如果放用手炒的话呢，我们就是开大火放水给它收汁这样子。